他既没有前科，又没有被通缉，为什么偷别人的身份呢？你到底知不知道，你现在已经毁了多少人的人生？这里还有一个人，用别人的样貌隐藏着什么而活的人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蒲光浩跟金美秀一样，没有半张照片。喂，组长，已经发现您要找的车辆了，可是车主是蒲光浩刑警。他才是真的蒲光浩，那我认识的蒲光浩到底是谁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1点，东森戏剧台隧道。